找店主，在忙了你才送来。困在，反过来。这个不能加的，再加的就氧化了。我在啊。你中午吃的时候留给你。我在困啊。有，这样可以吗？转过来。哦，好，懂你意思，好。排序周月活动新增在这里，它内容在哪里、啊？大家好，我在找，我早上11点才睡，然后反正设闹钟2点要起来，然后3点开台就爬不起来，我以为我可以。结果我爬不起来，我好难过。就2点的闹钟，一醒来2点，哦好，再睡一下，眼睛再张开3点了，啊3点应该啊，算了，节目开台了，张开4点了，哇，不行了不行了，赶快起来了，不然我 CWT 应该会死掉。我刚刚边吃饭边玩，完蛋了，我现在晚餐才到。我本来想说6点半以前吃完饭就开台，每15秒投掷头部爆炸造成24点伤害，哇，面包超人啊！看一下啊，哦，这个我知道，骨牌击杀一个敌人。幸存者的伤害将提高2%，最多叠加50次，伤害效果持续3秒后衰减。哦，这样不错哎。还有个人，不知为何，这支对大巴起作用，把所有幸存者全部传到大巴上。哇！传送哦，太屌了吧！M16 自动步枪作为起手装备哦哦，所以那我要玩每日吗？可是每日我就觉得，大家好，现在是在边吃晚餐边跟实况的繁星，那玩这个啦。哪有每日啊？我没有每日啊，有吗？没有啊，厉害名哦。哇，等一下，我发现这款游戏不能单手玩。哇，啊，感谢艾琳 host 是 host 吗？分享还是什么？哎、欸，他头掉了。啊！然后喷出去了，吓到我了，吓死我也！卖照啊！卖照啊！卖照啊！卖照！你最好不要动啊！最好不要动啊！啊，等一下8点是跟巧克力彩彩还有橘玩游戏，所以先找个游戏玩。不是啊，我以为他是把面具脱掉啊，哪知道是连头都没有。哎、欸，这种呛很难过哎、欸。还有什么？附近车辆还有一台车，不，还有一栋房子跟车辆。打雷路，有气打，无辜我，输袂得，输袂。我来试一下哈，
使用同行。哇，太帅了吧！哎、欸，好帅哦！啊，偶尔玩玩每日也不错啦，体验一下新的。欸、我看一下哦，获取空投超市，超市，今晚继续吃火锅。嗯，每次我们家好像火锅都可以吃三天以上吧，应该每个人的家都一样啊，只要一吃火锅或咖喱都可以吃好几天。哎、欸，我还蛮喜欢吃咖喱。可是真的喜欢吃的东西是那个，哦，有了，你这个近战的进去啊！妈妈再也不怕我深入敌营，什么深入敌营？哇！外逃！哎、欸，这没有头真的是很恐怖哎、欸。然后这边再宣导一次，我 CWT 只有第一天哦。台北场礼拜六，台中场也是礼，不，高雄场也是礼拜六，都只有第一天。那视情况会决定有没有要出来签名，因为真的太忙了，我今天才开始问说有没有人，这样子，对吧？不是忘记问，是真的太忙了，我要顾 FB 又要顾 Weibo， 真的是分身乏术啊。然后昨天不是因为我这几天不是一直都有那个吗？一直都有打到王冠，那结果最后一关竟然有那个版权问题，最后一关那个进去工厂之后有版权问题，我很傻眼。哦，还有传送会失败的哦，所以如果一个礼拜后看记录档发现那边音轨不见的话，那应该就是我取消掉了，不然那整部片没版权。张婉婷安安，这样叫本名好怪哦、喔，安安哦、喔。嗯，啊，那个就是 FB 的那种抖内系统，过几天或这两天我会请那个啦，内部的人帮我用，因为今天有问他，不然有人说，这样我 YT 跟 F 那个 Twitch 没开的话，要怎么加入兔崽子？我说那你就去那边加会员啊，其实。加 YT 会员还可以，因为我 YT 还是有在经营啊。仓库好了，仓库感觉有枪。哎、欸，然后换了这支麦克风，真的觉得我声音好听好多。这样后置起来就觉得，哦，怎么那么累啊？因为每次都要把音轨再拉大。仓库，你在哪里？我、哦、找到了。安安哦。
哦，还没看，还没看过这礼拜的床战的，也可以找时间看一下。丢那么远，车辆战利品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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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行啊，没办法吃饭啊，等一下哦，你们等我一下下，不然我就是每次回来吃一口饭，然后什么？哦，夜幕降临，杀进一个已装备的特殊技能。什么叫刷新啊？嗯嗯，哦有了，支持者是 FB 的东西吗？应该可以开吧，因为 FB 这块我还没有很熟，所以很多你们在讲什么，我也是最近都有去挂别人的台，然后看到的。没、欸，那没有啊？就等在哪里？啊，不是营救吗？啊、不在下面吧？这是什么啊？就是这个医疗兵，这超棒！这个可以一直补血，一直补血，不是一直补血啦，每五秒补一次血，所以很棒。好，都没了。哎，进来啊！哦耶，我喜欢这只，真的最爱胖胖了。会员或是紫色学院的订阅，哦，所以是支持者。那我再去问问看啊，如果。真的有想要还是继续支持的话啦，啊，好，我会再去用用看，因为他们的台我都是帮忙挂着，没有点进去看聊天室什么的。没有，现在没有火力啊，白痴哦、喔！
打老鼠会套超久。欸，音效关掉了，听到他讲话，吼吼吼吼吼，嘿嘿嘿嘿嘿。小屁啊，小屁啊，小屁啊，给枪，给枪，给枪！要做微笑，给我枪！吼吼吼吼吼，嘿嘿嘿嘿嘿，吼吼吼吼吼。可是阿肥好多哦，我没有。没有扩散型武器啊，啊其他的嘞？其他的吧，去了，我在这。应该还有一只啊，我在这。使用同行。白痴，我还没按呢。按哦。换枪。哇吼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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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什么是狙击枪啊？有什么？注射器。幸存者的生命缓慢的自动恢复。哎呦，这很棒哎！每个生存者结束后，获得一份几率的时候。嗯。那哇哦，这个升级。再开一个。升级。哇两，哇更多。哦，吃吃，好，再吃一口饭。它就是啊，它就是爆开之后会有老鼠或者是装备，所以我很喜欢打它。我们这次就不要去打僵尸了啦，我们就一直生存下去看看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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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我都知道昨天的那个音乐，气死！哎，不用打，白痴哦，这边可以过。他一直写缓慢加一，血量慢慢加，这样好爽哦。
哦，那么多。安安哦。那再来就是想，那这次 CWT 应该就没有。哎、欸，有加二哎、欸，好爽哦、喔！这把不知道好不好用哎、欸。应该会死在这里吧，难度颇高哎、第一次 CWT 都没去过，就已经要没了。其实又没差，你也可以来啊，只是不会看到我而已啊，懂吗？又不是说所有 CWT 结束是我，你要想想看，我有很多事情要忙。对僵尸产生火焰伤害，哇，这个很棒。继续，医院空投收集，危险性怎么都高起来了、啊。那感觉可以，我们可以，我们加油。